是洗地洗晒衣服。那如果你要再学上漆，学一下，然后做花。那这个东西如果没介绍，其实它这个邮件里面装的这个。 改天如果不想注意，你要它这个是一个橘子，这个是木，这个是黑松树，这个是鹤骨。那男女这个爱讲，就是那吉鹿上好，有到中午去。哦，这台湾真的那些老建筑，真的你要用闽南话。 因为这种都是有一点用它这个语音的去表达展示出来。啊，另外一边是啊，这个主要是用那个贝壳去提炼它的量。那听他们讲，如果你要纯白是。 贝壳类里面放东西，那刚刚讲木工是要结成到3.4个类，这一个东西就是结成3.4个类以后，师傅刚刚送给徒弟做一个毕业典礼，礼物也好，然后那个塞入感谢他，然后也道尽他的其实工具箱，然后把它。 在3.4个月用的工具，通通送给你。他为什么要送给这些人？因为用的3.4个月，他喜气，比较熟手，比较习惯。啊，接下来介绍对面这一个啊，有看到吗？从上来介绍，这个是木，主要工具是画线。那神桌，大溪名产。 不止豆干，还有哦。那木工在家具类或者是来台湾来讲，北部就是大溪，为什么大溪会比较冷？因为我们的大旱期这样下来，所以它木头的那个。那另外在中部，你们如果有去三义啊，哦木雕，哦还有一个木雕博物馆，哎还烫一下鞋啊哦。 啊，做伙来听，哦，你上来你介绍一下。哦，爸爸啊，哎呀，那么阮这个新道是咱大溪贴主宰盖的，这个它的雕工，然后它的一些工艺呢，跟大家说，每天都下班，它的没有在工地。 展示也有，然后它是什么样的？对，把这个过程因为它的线，在西方。